Hello， 我是 Lucy， 我是伟伟。干嘛说话这么快 ？Because I'm the sun. I'm not sleepy anymore. 伟伟他说他是太阳，对不对？早上的太阳充满能量。Yeah, I have lots and lots of energy. 那么今天我们来画一个有趣的太阳。Yeah, 他在玩冲浪。Yeah, he's surfboarding. I'm surfboarding. I don't know how to, but I'm the sun, so.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begin, everyone. Yeah.首先，我们准备马克笔，yeah. 还有彩笔、彩铅。Yes。好，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用一个铅笔呢画了两个椭圆，上面这个椭圆呢是短一点、胖一点，对不对？下面这个椭圆呢长一点，对不对？ Yeah.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冲浪板，上面这个就是一个太阳。You guys might be confused at the first, but at the end, you guys will figure out what it is. 好，首先我们来画上面这个椭圆。那么这个椭圆呢，有一点点往这边倾斜， yes. 就是角度是这样的啊，有点倾斜的椭圆、yeah. 啊。好，我们开始吧，慢一点点。And guys, remember, it's not a circle. 是椭圆形，不是圆形。It's like a circle, but a little bit flatter. Mom's looks like a circle, guys. Hers is a circle. 这是一个椭圆啊，不是正圆。好，这有一点点倾斜过来，对不对？And then draw a fac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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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不要急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中间呢画两个圆圈，是它的墨镜啊。我们可以先大概分好位置啊。Yeah, he looks so awesome at the end, guys. You guys should really check him out.打圆圈 Yes, his eyes are bigger than his whole entire face. 哇哈哈哈哈好，这边再画一个。圆圈。好，那画完了以后呢，我们画他这个，他这是一个墨镜，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画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好，首先这样。斜过来，画一条斜线，然后呢，再画一条横线。Or you can follow me, guys. Just draw this. But you can follow my mom 小一点点 because she has the better rules. She's the teacher, not me. 好。那么，如果你想先涂黑色呢，我们也可以先在上面涂黑色。我用这个涂吧，这个快一点。Yes, that color is very fast. I could probably finish faster than my mom doing it. 慢一点，不用急啊。I want to race though. Everyone, you don't have to race, but I'm just really fast. So yeah, I color in, but I'm still really fast, right? 慢一点，不需要太急。Yes, no one needs to be fast. It's just I'm fast, so everyone understands. But you guys should follow mommy. Take your time.Not me. Because you could make a mistake if you go too fast like me. And look, my mom's already done. So you guys learned a lesson today. Take your time and you'll be faster. 好。那么这个墨镜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现在呢我们画这个太阳的嘴巴。Yeah. 那么它是微笑的。哎，这样。也可以这样啊。表情随便你画，先不要那么快画别的东西。Yes, I'm not gonna write the words. I just wanted to put a bubble. 对，我们先画东西，不要那么急的画写其他的字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画好了他的脸型，现在接着画他的手。那么他的手呢是向两边伸开，像平衡的位置。那一个手呢是在这个位置，一个手在这个位置啊。那么。画个小小的弧度。Oh my gosh, so tiny. It's like 对了 he's 然后他这个手，你看，哎，好像一个手指，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点张开的啊。I have three fingers. 那么右边这个手呢，它是也是有点弧度，哎，是这样。但是他这个手呢，伸的稍微直一点点。来看，那么这个手呢，它是这样，嘿，拇指下来。这样的啊，啊，你那个手超可爱的，你给他画头发了吗？
No, 这个是他的 eyebrow turn mad. 哦，他的那个眉毛，好吧。He's like. 嗯，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给他画裤子啊。你看他这个裤子，游泳裤，哎，对，比较瘦一点，他哎，这个位置。I want him to look very cute, so we'll make him short. 对的，哎，超可爱的，对不对？然后这是他的裤子。好，我们现在画他的脚了。他的脚踩在这个冲浪板上面，对不对？啊，看啊，这个角度要跟这个裤子平行下来，这里，哎，这样下来，哎，他腿非常的瘦啊。That's how short he is. 一般小腿会比小腿没有那么短，小腿再长一点点啊。这个小腿，你可以再画长一点，不画长啦。Yes. 嗯，好吧。那我们现在画他的脚掌，那么脚掌也是哎。Mine's oh no. 嗯，这个脚掌哎。Mommy, mine looks like it's going this way. Can I?不要紧啊，你就这样画过来啊，这样画过来。哎，对，既然你的手三个，那你的脚掌也可以三个，对不对？拿这个脚这样画过来，也是一样的角度。对了，哎，对了，啊，Oh my god！ 没事，就是这样啊。好，那他的脚画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画的冲浪板，对不对 ？Face it like this way, it looks good, but literally, it looks like his legs are broken, right, guys?Comment down below. 好，我们现在画他的这个冲浪板啊，这个冲浪板是个大的椭圆啊。你看从这里开始画到这里的时候，小心哦，要避开他的腿，别画过去了。对了，哎，这样，冲浪板，好，慢一点啊。好，画完了以后给他画个啊，你可以给这个冲浪板啊，你可以画一点花纹。那么我这个冲浪板呢，就是画成这样，就是这样的形状啊。你也可以，哦呦，还写个裤子啊。冲浪板，哎，好，我这个冲浪板大概就是这样啦，简单的啊，好，接下来呢？好，接下来呢，我们画浪花，这个浪花啊 ，yes， 浪花要怎么画呢？我们看，来慢一点啊，这个位置，你看在这个角度，先画一个这样的形状，你看，哎 ，OK， 哎，然后这里一个弧度要连贯的弧下来，连贯的弧下来，然后这里。那个这里，然后这边有些浪花，然后这边是浪花，对了，哎，你这个浪花一个圆一点的，这边不要画的这么水，那个浪花它是稍微弧度，不要去涂了，就这样吧啊，你这个涂多了就不好看了。I know. 然后这边呢，加一点水滴，啊，加一个水滴。你看这边尖，然后这边弧。哎，那么大的水滴，小一点你水滴。这边你看，哎，小的水滴，小一点。对了，好，那么这个线稿差不多就画好了。But we didn't draw the sun here. We didn't draw the sun here.哦，那个边上的那边上的那个纹，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橙色，先用这个橙色啊。Oh yeah, that's smart. Okay, guys, let's begin to draw. 好，我们拿一个橙色，你看我画这个太阳，它边上的，画太阳边上的这个光环。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啊，有点像一个一个的 U 字组成的，你看这个。好，先画这样一个 U 型。Okay.
对了，然后从这里开始哦，从这里开始重复，哎，哎，可以短一点点，不用每一个都一样长，哎，然后，嗯，你看有长有短呢，看到没有，伟伟，你看有长有短，对不对？有长有短，嗯，有长短，长短。长短长短长短，这个裤子后面画啊，不要把裤子给挡住了，嗯，这样，短长短，好， mine doesn't look so good。 哦，你的也很可爱哦。好，那么我们这个太阳的这个光环画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上颜色吧，那就真正的开始上了啊。 Yeah, let's begin. Drum roll for my boom. He says, "I'm cool and cute." This is cool board. Uh-huh. Oh, I think it's very cute, right? Draw it out. I'm a sun, so he's like, "I'm cool and cute." Uh-huh. 好，希望小朋友们喜欢我们这一集。Yeah,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watching. Subscribe if you like this video. Comment down below what we can draw next. Bye guys,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Thumbs up. 下次再见。